琪琪，你的包裹到了，是根笛子，萨克斯风，沙锤，我这儿还有一把乐琴。我抓住你，放飞蝴蝶，亲爱的蝴蝶，我们还是朋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那是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事情。比如，琪琪是多么喜欢音乐啊，连鸡毛掸子都能成为他的乐器。但他时常想，假如有真的乐器，我一定是个很棒的音乐家。菠萝菠萝蜜，看到赛普送包裹，赞，琪琪在想，我可以订一批乐器了。琪琪，你的包裹到了。琪琪很兴奋的要看看自己订购的这批乐器。拿出来的是根笛子。这件乐器可以配得上它，当然要赶紧拿去朋友面前秀秀它的技艺。笛子可不是这么好吹的。琪琪不得不承认，浆果才是笛子专家。这可怎么行，我干脆挑样别的乐器。萨克斯风，哇，哈哈，听上去挺牛啊，我喜欢。我受不了了，秀秀可听不了这样的噪音，连他的花儿都谢了。琪琪又拿去咪咪面前，让他听听自己吹奏的萨克斯风有多么的好听。
很显然，咪咪同样忍受不了这种噪音。听见了吧？真正的萨克斯风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琪琪必须承认，它更适合咪咪。我幸好还有别的乐器，鼓。还有沙锤，他们再合适不过了，好吗？这噪音让赛普从车上干脆摔了下来。谁都知道，包包才擅长敲鼓，赛普也很擅长玩沙锤。好吧，那就把鼓和沙锤留给他们二位吧。嘿嘿，我这儿还有一把乐琴呢。秀秀说，能不能给我试试啊？琪琪想把乐琴要回来，但是他也必须承认，秀秀弹的比他好。琪琪的箱子里已是空荡荡，乐器也已经送光光了。担心的琪琪还是在箱子里翻出了最后一件乐器。一根棍子，这也叫乐器？广场上，朋友们在同时演奏音乐，可是太难听了。一定得让你们停下来。嗯，对呀，这样
吃的？小小指挥棒闪闪放光芒，厘米Jungle。还是我琪琪的最佳乐器，一天，包包正在修理他的汽车，忽然一只蝴蝶忽闪着翅膀飞了过来。啊，这世上竟然有这么美丽的蝴蝶，包包开心极了。在那儿，嘿嘿，去哪儿了？啊，蝴蝶蝴蝶，你是在跟我捉迷藏吗？他这是躲到哪里去了？跟你玩了。过了一阵儿，包包把修好的留声机还给了琪琪。这时，蝴蝶又出现了，包包太开心了。结果一不小心把琪琪的罐头都给碰倒了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和那只蝴蝶一起跳舞。爸，你抓住蝴蝶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这真是个好主意。宝宝在帮助浆果修理他的垃圾车。哦，宝宝又看到了那只蝴蝶。好机会可不能错过。蝴蝶蝴蝶，没抓着。但是他把浆果刚扫好的落叶又全都给弄飞了。
你想要抓住蝴蝶，那就得变身大法呀。这样蝴蝶才不会发现你。当当当，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咪咪的餐厅就在眼前。伪装后的包包把大伙儿吓了一跳。蝴蝶，蝴蝶！宝宝很专注地追蝴蝶，他怎么能看见眼前的咪咪呢？对不起，咪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哦，我实在是太想抓住那只蝴蝶了。秀秀告诉宝宝，你站在那里不要动，蝴蝶就会慢慢的落在你的手指上。这时那只蝴蝶落在了赛道的窗台上。宝宝屏住呼吸，耐心的等待。蝴蝶，蝴蝶，哪里跑？快快来到我怀抱。哎，抓住我！美丽的蝴蝶，我抓住你了。宝宝把蝴蝶放到了一个盒子里，盒盖上还有几个洞洞，可以让蝴蝶呼吸。可是蝴蝶却闷闷不乐。或许琪琪的魔术能让蝴蝶开心起来。蝴蝶依然不开心。或许赛普的鬼脸儿能让这只蝴蝶开心起来。通通不行，再让我来几招。
算了吧，赛普，你那几招也不灵。对了，也许秀秀知道能有什么办法让蝴蝶开心。嗯，人呢？宝宝想知道为什么其他的蝴蝶都那么开心，而他的这只却不开心呢？啊，因为你的这只蝴蝶想念自由，它想和它的小伙伴们一起飞舞，而不是闷在你这只小小的盒子里。放飞蝴蝶吧，虽然包包也有那么一点伤心，但看着他和他的伙伴们翩翩起舞，开心不已。心爱的蝴蝶，我们还是朋友。宝宝每天都要来到这里看蝴蝶。这下大家识破了他的尾巴戏。怎么样，难道你们是相互传染的吗？这个戴着面具穿着戏袍的是哪一位啊？原来是魔术大巫琪琪呀。